跟陈理事长钱抗力，还有各位在座的山友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、哦欸、所谓岁月不饶人。要不是前天晚上我儿子，因为他两个礼拜回来一次，礼拜天他大两点十二分就回园里，我跟他说：“梁啊，你记得礼拜一晚上打个简讯给爸爸睡觉前。”我差一点礼拜二的早上就到理事长家去搭车，已经很习惯了，也代表真的有点退步哦。哎呀，啊，我儿子到了真的是九点半左右，他就我跟他说不要超过十一点睡觉啊。九点半左右他真的打个宝儿，别忘了。哎，明天，哎，是什么？九九重阳节，拜拜，请不要忘记，不要到理事长家门口搭车，记得礼拜三才去，这个叫习惯了。OK， 那么再讲分享一下，因为理事长还给我一点点时间哈，我也拿捏了宝贵。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，是慈济送给我的，在上个礼拜六的下午，我的学生段超醉陈君豪的妈妈，她负责两个月一次的慰劳老人，讲老人不好听的长青啊哈，银发土的活动，刚好又逢到九九重阳节，所以上个礼拜六两点到四点，就二十几位的师，他们称为师兄师姐啊。到西宁国小的对面回声的院长开的仁惠，哎，仁惠嘛护理之家去表演，他们的家属也知道说有一个表演，有萨克斯风，有小提琴，有陶笛，还有小猪本人的演唱，所以他们的我也感觉是这样，我很认真看的那一天有去的大部分都是怕死到老家，真的哦，女婿跟女儿都去陪他爸爸坐轮椅，大部分都是靠一手，所以我这个是舞台经验哦，大家共同分享哦。男左右脚，男左大部分重，因为他压迫到右脑，你右大部分男左右脚就很微妙呢。我现在观察坐轮椅的哦，啊，比如说他左手已经抓出来，那我在演唱的时候，不可以给他握他抖的手，这个很不礼貌的。要握他不会抖那个手，你都逃出来。我儿子亲眼看到，我说爸爸希望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不知道会不会送到这里来。我要给他机会教育哦。还有一个，对呀、啊，他重左边，右手跟他握手。暂时的离别，请你变快。一个大男人哦，八十几岁，马上哭出来。他的女儿女婿马上给他擦眼泪，坐在轮椅上。两位师姐慈济的，包括林承志主任的太太，林承志主任今天消极一下，到底给表到后后啊？他也亲眼看到我怎么表演。哦，本来讲我两手呢，我后爪是无你来啊！哦，结果第二分、第二分，我五六手了。吼吼，阿爷三个师傅啊，恭喜嘞！啊，他原来用 MP3 弄好了，第五单女调我拔刀，哦，拍到出版，我本来就 F 嘛 ，CD 页嘛，他是设定好了，他是有用音源录好了，他在吹嘛，对不？哇，我盖工细空 CD 页幕也飘红。一口就死掉啊，两口就低调一点我了，哦，真来啊！好，我说好，降音调我就唱了。规矩，高山鸡，我说你起一个音给我，两口麦的低麦的，一点我。我说你有看，噔，那一路啊，哦咿呀来来，你嘛无多啦，哎个，本来我怕扯下了，后来我见到爸爸，我感觉不行哦。我说非常不行哦，哎，啪，下面啪地方，不要说跟胡生啊，我看跟什么生都不能比。但是他不是慈济人哦，他是义演的。OK，
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哦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啊，个细块块因阿兄，九十九岁，细块因阿兄，哇，还会拍拳头，讲伊刚刚哭出来哦。伊坐落椅哦，我安尼，阿伊讲安尼讲啊，老师，我嘛无想要来住一间呢，我感谢社会哦。这是袂使甲细块因讲，我的孙伫迄度，在香港协会做做派事哦，在迄教人跳舞的啦，伊要甲送来遮，我话派生讲。你不是我阿公阿祖，那我阿祖我就来接回来。哟，我差不多带去，拢一个月三万块。哎、欸，连买三万多，因为还包括尿片、牙皮哦，那一罐六十几块嘞。我这是讲实嘞，不是我看到那老人了、欸，我真的快要唱不出来，快要哽咽的了。讲实嘞啦，阿公要什么啊？伊就偏偏要点那叫古井秘密。那黄昏，哎、欸，什么黄昏到？又来收起目屎啦，我就伫哭哦，到时我讲，啊，你们的指定我唱这条歌，古井秘密，哦，哦，亲像咧叫我，伊就七八头的，就要日头要落山，到时我点这种歌，伊就收着我，啊，我可能明仔载要转去啊，哭啦，才要伫哭，我妈的，我讲恁这嘛白吧白吧，我讲卖酸这啦，快到出房去会使啦，对不？有我啦，老师就不好。哎，老师刚才也照这两年，哎呦，要去年输个哦，我们人健康脚，这个连杯酒哦，一马好去哟，嘿，一马好去，这个叫舞台经验。如果我懂，哎，老师刚才也凭这呢，亲像在叫我，大家哭不哭了？哎，我讲的是真人真事哦，好，不要讲那么多了。结果林子之主任太太高兴的不得了，最后再来个打碎啊，或者打碎高山青。哦，大家戏个叫，哎呦，输这输那输这哇，一二三四，一二，哦，大家跳开哇！伊讲老师，这个还要弄到大一台，我说不要，不要给我上电视，我已经以前上过了，只有给我照片就好了。他送了一本书给我，还有这个东西。阿哥姐呢？然后阿哥有历史就过来啊呢，我拄仔着坐对一边，还有足侪底下物件哇，我拄着一个中华。万年配乐老师，以及嘛做新贤书院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黄达雄老师，底下魏龙老师，哎、欸，就聊起来。伊若无讲到万年，我袂讲到阮囝，我开始讲足大声个，中州科大迄个无人要读个，到阮囝了，伊就提起报道呢，然后你考试对无？我唔是读个那台大，我讲足细声啊，读漳州哦，哎、欸，我嘛是底下读迄个迄个啥？就这样，长青族啊，就是充电的啦。就说我们年纪大了，就像你夜间部啦，这样哦，就聊起来了。我的高诶，用用那个，搁唱两条歌来听哦。就唱完这，再去哦，再去上来去。哇、哦，老师你真厉害呢！我干啥呢？那一路啊，好远啊呀！哦，阿娘，哦，哎，阿娘不搞不搞？我说哦，哎，七贵老师哦，我他妈的那原住民都他妈跳啊！做完以后，那个老师哦，哦我就说朱老师难得机会呢。啊，我拍些功夫，我刚才一秒都功夫不好，误会啊，我都没听了。有沙发去，哎，在另外会唱歌也是有好处的。他说这个是叫纪念币哦。我说哦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你什么大名？伊说这有外名，不是我，我那有一个心灵讲座，凤中山庄。伊说我马上跟你讲讲呢。啊，伊说这哦，安尼上好。我讲我这个人哦。哎，臭多！你来我一个，我可是变成臭多少？有滴两条歌，佫得着这啊！啊，你唱两条歌上这，哎，这哪无主演啦？演一条主角，主角即失意啦！我来阿个就不接了。好啦，这个不要讲太多。所以我要总归一句话：我们真的要惜福，真的到了老人院去看到他们哦，哎，他们很无奈。伊讲老师，你捌说到哦，我那唔知高米啊，足有名诶，那样。我是阿兄，我九十九岁，我讲一百岁。伊年咧，我轮椅啊，徛起来，我当拍两下喎。我护士啊，你惊死啊，挂落去。因惊死我们放伊。啊，结果伊开一个家伙啊，老师，我赶快倒来厝啊，话乱着我。惊孙啊，当不为人，需要做家管，你咧拿上来吃。哎、欸，他边讲边掉眼泪咧，所以我说娘啊。爸爸，以后不要只讲风雨免潮了，不要乱讲，他、啊、也不要乱讲那个。希望爸爸以后
你不要把我送到这边来，我看这些人真的很可怜啊，不是，这是一个收获了啊。OK， 与大家共享。那么我们这个今天刚好，我想小声一点，刚好有老朋友，因为我们是昨天嘛，拜拜嘛，所以就延到今天。刚才就是说地球是很圆哈，所以刚刚我们老朋友见面了，好，安呢，所以他们也在楼下，也知道我们有一个心灵讲座。等一下，杨大哥又上去会找爷爷，他说他也等待上来。我说欢迎你上来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很慎重的要请我们的不但是名嘴，哎，我们的真善美全方位的国际大师陈理事长，我们陈朝万陈理事长，表辈掌声欢迎。